Hello，小伙伴们，起床了。现在是曼谷早上的8点。来吧，起来，先洗脸刷牙。带大家看一下房间外面的景色，阳光明媚。对面有一个高尔夫球场，哦，太美了。好，行了，我现在要去健身房了，把自己给激活起来。这是健身房外面的景色，健身房外面的景色还挺漂亮的。因为没有吃早饭，所以跑的时间不是特别长，只跑了25分钟，有点费力，但是也流汗了。但总觉得好像没有昨天晚上吃饭流汗流的多。我感觉自己在蒸，汗干蒸匀。哦，还是挺舒服的。对啊，至少是有流汗的。算是激活自己了。啊，走，我们去做器械。锻炼器械，就是这种类似的器械，每一个动作做5组。每一组差不多是20到25个，对，如果是练力量的话，每一组的动作是，每一组的次数是1到15个，那如果保持一个，就只是保持一个状态的话，那每一次都小动不了，20到25个就差不多了。因为由于没有吃早饭，所以力量也不是特别大，包括刚才跑步的时候也没有跑多久。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在运动之前还是要把自己吃饱了，吃饱了你才有力量去减肥。再来2组。没看到我吗？怎么练了一小会儿就这么累了的？好了，又开始吃我最喜欢吃的泰式金边粉。面包粉？好像是面包粉。我这是糖。加点糖也行。有没有尝试过就是吃那个河粉加糖的？没吧。放糖好吃，就第一天来的时候我没有放糖，就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入味。因为有些人应该不太喜欢食物太多糖分。现在我发现，原来金边粉里面要放点糖才好吃。让我们大家怎么把河粉炒河粉，牛肉炒河粉，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把牛肉炒河粉变成金边粉，就是放糖。很多人一直会问我，你为什么吃甜食，为什么不泡？有了解我你都知道，因为在
几年之前吧，德国甲状腺甲亢，虽然现在指标是正常的，但是新陈代谢依然还是感觉比常人要快很多，所以不太容易胖。然后也有一点不好，就是辛苦把肌肉练得特别的大跟结实，然后没到几年之后就掉了。所以要保持一个运动状态，还是件很难的事情。所以现在我了解了，所以多吃碳水化合物也没有关系，多吃点碳水也没关系。那这是我，不是你们所有人。对，别向我学习啊！出发，要举高高才能拍到。到了第一个拍摄的目的地，一下车就开始香味。这个街边是在做，应该是炸排骨。感觉挺够味道。这地方特别像上海，像上海的街区。对，老街区，那些老街区。对。小柴犬 ，Hello， 你在看门呢？它为什么对着你叫啊？热不热？肯定热呀。还行，我喜欢出汗的感觉。对，热是挺热的。我的小哥哥把我们当地的特色，这叫红蛇。这就芬达，有点钥匙的味道，但觉得还是挺好喝的。还是还有那种。我们来到第二个拍摄地了，是一个小河边的餐厅。来来，先点一点，先点点喝的。那你们杯罩一杯都是给你用的。哇，这景不错哦，美啊。待会儿会不会被逮了？你看着黑社会。可以。我就低调一点，我不拿机器了。
今天拍摄到此为止了，意犹未尽。然后我还没有来得及能逛唐人街，还没来得及想去，就要赶回去了。希望下次还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到这里。下次见。我自觉站出了中间的位置。中间是谁站的？谁按了？哎，你别按。补一个，现在我们接拍。再补一个，现在我们出发，进行接拍。再补一个，现在我们准备出发。哦，不，再补一个，现在我们已经出发，去接拍。拜拜。